狗。我的狗狗比较特别，就是它对于偷偷摸摸或长相猥亵的人，它就会吠叫。现场没这种人啊。请你不要给我。我跟你讲，就要来靠它，看你是不是真的猥亵的。它叫什么？浅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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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浅。你从一边偷偷走，它也会吓。它看，你要偷偷摸。你正常走，帅气的走。他有说，他说猥亵的人了。你叫熊爸，你走看看，你走看看。熊爸，哎，这个来测验，这个人猥不猥亵？啊，我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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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不会啊，不叫哎，回去吧。好，哎，钱钱。